报文会出席委员九员已足法定人数。好，我们开始开会。先请议事人员先读上次会议的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六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3月16日星期三上午9:01至12:49，地点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林长佐等出席委员11人，列席委员蔡益瑜等列席委员32人，请教委员吕玉玲，列席人员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董祥龙及所属人员，主席将召集委员启程。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董祥龙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董祥龙报告，委员林昌佐等16人质询。均由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董祥龙、副主任委员刘国传及所属救养养护处处长赵秋莹、就学就业处处长董龙全、就医保健处处长罗庆辉、事业管理处处长杨嘉仁、台北荣民总医院院长张德明等及其答复。决定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并附之本委员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所定。三、委员王定宇等3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临时提案3案：一、要求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于1个月内提供有关新自备天然气事业、中国国民党股权转让与变更股东名单之资料明细。提案人陈廷飞、刘世芳、吕孙林、罗志镇、蔡适应，决议修正通过。二、为杜绝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转投资事业之高阶经理人落入军人酬庸及养老争议，建请该会修正相关规定，以临建遴选代替指派，纳入专业及管理专长等条件。同时，为避免转投资事业公股代表遴选资格沦为该会科长及以上人员量身定做之条款，亦建请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增列旋转门条款，以防止官官相护，防止弊端。提案人刘世芳、蔡适应、吕孙林、江启臣，决议照案通过。三、鉴于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16所荣民之家现设置7847总床数，其中安养4800床，养护2563床，失智484床，安置6669人，占床率85%。虽该会与若干县市政府签订资源共享委托安置紧急支援协定，然普及率、入住率之执行状况尚有改善空间。原此，建请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于2周内提出扩大与县市政府资源共享及紧急支援协定之规划报告，以妥善使用荣民之家资源。提案人刘世芳、江启臣、蔡适应、吕孙林，决议照案通过。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我们对会议上次的会议议事录有遗漏或者错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议事录确定啊。三，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邀请国家安全局局长杨国强率相关情报机关首长提出国家情报工作暨国家安全局业务报告，并被质询。宣读完毕。第三个是秘密。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与会的官员以及本会的委员哈。首先，我们介绍今天列席的官员名单啊。国安局局长杨国强，副局长王德林，副局长郭崇信，副局长周美武，特勤中心副指挥官何宝林，科技中心主任郭志勇，第一处研究员陈黄茂，第二处处长潘晓东，第三处处长黄玉顺，第四处处长潘向前，第五处处长蒋进，第六处处长陈立，第七处研究员张明士，
人事处处长谢明体，政风处处长陈国敏，主计处处长刘宏成，督察处处长杨文仪，训练中心主任赵顺新，秘书室主任刘燕维，总务室主任陈新洲，资讯室主任张燕硕，安全座位中心主任陈进广，工勤中心主任戴永俊，法务室主任赵一宏，公关室主任赵大军，其他列席单位：国防部宪兵指挥部指挥官许昌，有没有来？啊，抱歉，抱歉。啊，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局长刘德良，国防部电讯发展室代主任刘德金，国防部军事安全总队总队长刘明龙，行政院海岸巡防署署长王崇仪，海巡署巡防处处长蔡长梦，海巡署情报处处长张忠龙，内政部警政署副署长陈家昌，警政署督察室副主任金耀盛，警政署保安组副组长邱聪云，警政署保防组组长蔡耀坤，警政署刑事局副局长黄家禄，内政部移民署署长莫天虎，移民署国际及执法事务组副组长林怡俊，国境事务大队大队长陈建成，入出国事务组副组长林泽谦，移民资讯组高级分析师朱文斌，法务部调查局局长汪忠一，法务部调查局国内安全调查处副处长李福海，调查局保防处处长王北齐，调查局国家安全维护处处长陈荣富，调查局资通安全处处长蓝元明。以上是今天的列席官员。那我们今天在场的委员，刘世芳刘委员，李孙礼李委员，罗志正罗委员，郑运鹏委员，蔡世应委员，还有钟嘉宾委员。好，那因为我们今天的会议议程啊，是国安局杨局长就国家情报工作及国家安全业务报告，那杨局长要求采秘密会议，那所以现在我们先采秘密报告，那询答则依前会啊，我们本会之前的惯例啊，采秘密及公开两种方式。那秘密在先，公开在后，所以我们现在先采秘密会议啊。那请我们现场我们的工作人员开始清场啊。那也请各位媒体朋友配合啊，我们公开质询的时候再开放各位媒体采访。
登记。那现在我们请这第一位登记公开质询的委员陈廷飞委员质询。谢主席哈，我们是不是请国防部军事安全总队总队长？好，请总队长备询。总队长好哈。今天因为是关于我们的情报单位嘛，哈，所以您也列席了嘛，哈。其实也非常难得啦，哈，因为我们在数次在国防部的质询当中，其实每一次谈到军事安全总队，就是保防处代为发言。那我只是要了解，我们军事安全总队到底我们是接受谁的指挥？花委员，我们是政战局的反情报专业部队，那在情攻法规范里面，我们是情报机关，所以说这次事件执行的层面是，我们是执行层面。是你们的执行层面，我们是执行层面。那请问你是接受谁的指挥？因为情报单位今天我们邀请的并不是保防处哦，我们邀请的是军事安全总队总队长，对不对？花委员，那我没有接获通知，我要来列席。哦，所以以前都从来没有，所以以前都从来没有接受过我们的邀请。然后国防部也没有邀请，因为国防部都让保防处一手把你挡掉了。花委员，因为这件事件是由保防安全处来指导。所以啊，我刚刚说的啊，我要就教的是，请问我们军事安全总队到底是接受谁的指挥？是保防处，所以保防处比我们的情报单位还大。保防处可以直接指挥军事安全总队办案，是这样子吗？因为在这一次国防部的惩处里面，非常的清楚，就是全部就是保防处一手扛了。但是我很纳闷的是，我们的是情报单位，军事安全总队是情报单位，所以你是直接接受保防处的指挥办案吗？包委员，因为政战局是准情报机关，那我们是归他，我的上级长官是我们局长，政战局局长，那但是在业务执掌上面，我们是归保防安全处督导。是单项作业吗？是的。是单项作业，你没有在接受其他的资讯，因为你是情报单位哦。今天你必须了解你的角色，你是情报单位，情报单位你是直接可以判断情资，可是你们并没有，你们今天完全依照保防处给你们的讯息，真的有这么简单吗？哦，因为保安全处是承转单位，它是业务主管机关。所以说我们的好，那总队长，我问你，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所谓的白色恐怖这一件事情，你们的角色到底是扮演什么？包委员，我们这一则情资是我们外勤工作组先发现的，那原本也不是为了追这个文件，那原本是因为有一个资讯进来给我们的同仁。说在拍卖网上面有军品在贩卖军事用品、啊、那所以他就去追这则情资的时候才发现到这个文件，然后就呈报给安全处。所以你是用因为有一个情资讲说有军品贩卖，然后去网搜到白色恐怖的机密文件，是这样子吗？是因为针对有这个情讯，所以我们才去了解。你的情讯是因为有军品贩卖，对不对？是。有军品贩卖，所以你们的同仁去情搜到刚好白色恐怖的机密文件。有看到国防部产制的文件。那请问人家检举的这个军品贩卖案呢？
这个也有发觉到，那也有发觉到，2月15已经有呈报过了，对。二月十五呈报过了，然后二月十八又呈报白色恐怖的机密文件。那你请问你们有做判读吗？初步在二月十八号，我们呈报这个同仁的，他有先打电话跟魏先生，他以买家的身份有确认说他这个东西是存在的，所以确认有在卖这个文件。那这个文件你是二月十九号才打电话，可是二月十八号当你们情收到情资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先判读这个情资的可靠性，还有它是不是已经在我们国家的一个机密保护法已经超过了年限，这个部分是要去确认的啊。包委，因为机密审认这个部分是由国防部保安全处负责，那我们收集到情讯，那我们就是所以你们收集到情讯，你们不用判读。不是没有判读，所以说在二月十八号，我们的这位同仁他有打电话跟魏先生确认说，因为他以买家身份问他，他跟他通了电话是二月十九号，包委，电话是二月十九号，我们外勤有先打电话跟魏先生联络，确认他有在卖这个文件。所以原来二月十八号你们就已经开始办案了。包委不是这样讲，因为十八号的时候他发现这件情资，他要做正确的判读，这个情资的正确性，他是不是拥有这个文件，他才敢编报上去。那拥有这个文件，你是不是要去了解这个文件到底它是怎么来的？他如果是在网站当中买的，你们是不是要去追查这个后面所卖的人是谁？是，而不是整个那么大批的所有的情资力量全部都压在魏先生他们这一家人身上。这个你们一开始的判读就有问题啊！如果你们二月十八号已经有打电话了，这就很离谱了。二月十八号已经打电话给魏先生，也确认这份文件，那你们应该很了解这份文件根本不是什么重要的机密，它也不是主要的贩卖者，它是跟人家买了之后，然后在网站当中贩售。应该你们也了解是这个情资吧？包委员当下并不清楚他的文件。那你们去了解，怎么可能没有了解到这些问题呢？原来你们在查报情资是这么的草率啊！初步的情讯是要确认说这个东西有没有在魏先生那一边，那他也总队长，你不要忘了，你今天在这里，你们是属于情报单位，是情报单位，如果在辨别情资是这么草率的话，它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真的有一个情资，而且它是很重要的，它是可以往上往下整个天罗地网都应该要投入所有的精力。可是如果你今天一个错误的情资，你是就像今天整个人力都浪费掉了，而且搞出一个乌龙。所以你们军事安全总队在二月十八号，原来你们的判读是这么的草率。所以关键是在于你们身上。你们的判读，如果二月十八号你们的判读没有问题的话，也不可能报给保防处，对不对？包就因为确认说这个魏先生他有的确有在卖这个文件，那后面的动作是要去追查这个数量来源，还有他取得的管道，那后面才会知道这些事情。那你应该知道说第一时间你会询问说他的资料来源从哪里来的嘛，他就是从网站再生 .com 来的嘛，你们居然都说你们不知道，那我质疑你们在查情资是不是非常的草率。来，我们请那个国安局局长。局长备询。局长，委员早安。情报单位在判别情资是不是很重要？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嘛，因为它会影响到你们后续整个 SOP 的动作嘛，对不对？那我刚刚问了军事安全总队，你觉得同样都是情报单位，这样的情资判断是不是有点草率？现在这个案子个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好，那我问你，如果是你，你会这么判别吗？从网络当中收到一个情资，
然后呢打了电话，居然没有去问到说他的来源，然后就把他变成是一个煞有其事的案子，这么大动作，又开了专案会议，然后又直接由保防处指挥军事安全总队办案，军事安全总队是情报单位，哎，结果是保防处指挥办案。情报单位，情报单位是这样子吗？他是国防部单位。我就问你，如果是你，你会这么做吗？我会有很多方法了，我会很谨慎的。会很谨慎吗？很谨慎。好，所以我没有说他不谨慎，我会有我的很谨慎的方法。好，谢谢你的这一句话。谢谢。我都希望我们的情报单位是要很谨慎的，非常谨慎，而不是这么草率。今天如果不是草率行事，我相信不会这么劳师动众。我没有意见。局长，我再请教一下哈，你多久去知道说现在中国有一个“十三五”计划要将高铁延伸到台湾？我认为是个笑话。笑话，所以你认为这个情资是错误的？不能说错误，是一个无知的决定吧？是谁无知的决定？你是说中国无知的决定，还是你判别这个情资是不存在的？他老早就一直在不断在提十二五就有了，不是十三五，十二五就有这一个想法了。想法要变成办法，办法要变成做法，这中间的差距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所以你的判读是不可能。他十二五提出来的时候，我就在笑，我说那有可能，家伙走我都走了。所以你认为是不可能的？我认为是。所以十二五就不可能，十三五更不可能。是这样子吗？所以局长的情资判读是不可能的。听其言，观其行。哦，听其言，观其行。所以在局长的判读当中是不可能的。我认为是笑话。是笑话，但是情资还是要管控住了。当然，当然，当然。不要说笑话。就是因为管控了以后，我才觉得那有可能。好，那我再问一下，永兴岛射飞弹，那这个情资你有掌握住吗？啊，他一动我就知道了。他一动你就知道了，他一动我就知道了，所以确实是有，有，确实是有，确实有。那现在我们台湾怎么应对？我怎么应对？他放在那里跟我没有威胁啊，没有威胁。我们是掌握情资，提高警觉。你把这个情资给了谁？我给国防部。不能跟你，不能在这里泄密啊！我的情资有我的运用啊。我知道，我是说你要不要给国防部，让他们去？国防部一定知道，国防部跟我同步了解，同步了解，同步研究的。同步研究，所有研究说他们在永兴岛射飞弹，我们要怎么去应对？所以你认为永兴岛射飞弹对台湾没有影响？目前目前没有影响，绝对没有影响。台湾没有，但是他把南海军事化，哎，南海军事化对我们有压力。对啊，这个压力存在，我们要怎么去做应对？南海军事化，你有没有把这整套的问题？把它做一个详细的探讨，因为南海军事化对台湾的压力绝对是存在嘛。当然，当然。在永兴岛，如果依照局长的说法，永兴岛射飞弹，或许它不是压力，它的射程很短嘛，它射程不远嘛。但是南海军事化就有压力喽。南海军事化有压力。那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到底这个范围？那个飞弹哈，那个飞弹是打飞机的，那飞弹是打飞机的。而且它的射程有限嘛，打飞机，打谁的飞机？打只要经过它周边的大概200公里之内的飞机，它可以管控。所以每一架飞机，啊，每一架飞机只要经过它看不顺眼，它就可以打下来嘛。那我不知道，那它有它没有啊？但是你要管控啊，到底它射这个飞弹用意在哪里啊？我是知道而已啊，情资啊，对啊，情资我们有啊，时间大了哈，情资很重要啊，情资很重要，我知道，我们管控一下时间啊，谢谢委员，谢谢，谢谢委员指导，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刘世邦委员质询，我们今天上午的质询到十二点啊，那十二点啊到一点半休息，下午一点半开始开会啊，以上。好，谢谢主席。请帮我找这个国安局的局长，好吗？谢谢。局长备询。是。局长，我先接续一下刚刚我们陈廷飞委员所问的问题啊。现在中国要把南海军事化，那现在台湾的马总统要把我们南海，包括太平岛，要把它观光化跟休闲化吗？
他可以去太平岛观光，然后看那边有多少水资源。那现在好像总统府要下令外交部可以让外媒去登岛参观，你知道这件事吗？我知道，但是不是像委员这样说的。是，那您的说法呢？您赞成吗？还是觉得是总统下令，所以你不得不配合？那是我们的领土。那是我们的领土，所以外国媒体可以去，有包括大陆的媒体吗？没有啊，没有外国的媒体啊。现在资讯上面就有一个总统府请外交部来草拟，让外国媒体登太平岛去参访。这个我没有这样的。你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你这个情资的掌握有点不弱媒体那么快速，是不是？马上了解一下好吗？我去了解。好啊，会后跟我回答好吗？好，再来，我想问一下这个国安局啊。局长，您现在法定的任期是到5月19了，哈、哦。对。那5月20呢？也许还是你，哈、哦，也很难讲，哈、哦，那不知道。但是呢，我想在我们国家安全是完全没有空窗期的。目前到520就职之前呢、啊，其实很多我们的重要的政治上的议题还是关心520的时候，我们的蔡英文总统要怎么样具体回应哦所谓的92共识啊、哦，或者是一中框架。那为了这个问题呢，我也怕说局长呢可能日理万机啊，没有办法记得从104年到现在的部分，我把它整理出来啊。这个习近平从104年的3月5号，在12/3的时候就提到要坚持九二共识，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是选举前，在11月7号的时候呢，同样讲一样的问题啊，也就是说他是在跟马英九总统啊提到的有关一中框架的基础。来阐述对台的一些基本上的政治上的宣示，可是在这期间，如果总统大选以后，现在是蔡英文将要上台跟主政，那么他在若干谈话里面有提到未来要继续坚持共识，你可不可以帮我阐述一下选举前跟选举后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大陆原来非常强硬的这个态度，在经过选举过后的当天1月16号，国台办也发表谈话。然后在1月27号的时候呢，国台办的记者会，还有2月25啊，大家台湾的媒体最关心的是王毅在 CSIS 演讲的提到，台湾新的执政者愿意接受他们自己的宪法所规定的大陆跟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以及在3月5号，也就是这个月全国人大的时候，习近平提到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其核心意涵，在这过程当中啊，大概。我从104年的3月5号到105年的3月5号，把中国大陆领导人的重要谈话以及他们国台办的重要谈话罗列给我们局长了解。那局长，你可不可以帮我分析一下目前在选举前跟选举后他们的变化？我认为基本上是没有变化，完全没有变化，也就是说他们仍然坚持是一中框架，坚持一中的意涵。坚持一中的意涵，我第一次听到一中意涵，我所了解是一中框架，一中的底线。那两岸一中吗？两岸一中。两岸一中的意涵。两岸一中的底线。那如果在蔡英文总统的发表的谈话里面没有出现一中意涵，没有出现两岸一中，没有出现九二共识的时候，在我们国安局的 scenario 会发生什么事？这个要看彼此的互动，因为这我不能假设性的东西拿出来。不是，这个国安局不是这样，不是假设性。国安局不是针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做事后的追踪。那我国安局是要针对说两边有可能从他的敌对状态、友好状态，以及两岸的互动状况，以及两岸现在所有的财政经济发展的状况，提出你们有可能的发展方向。这是一种分析，不是一种决断。决策的部分是由总统来做决定的。我想局长非常了解你现在的工作的方向。我现在只是问你，有这样的 scenario， 你怎么样做因应？这个可能不是国安局一个单位可以应对的。好，但是我要把这个，我要把这个里面的危机，我要把危机啊，有可能的危机跟风险，好吗？对对对对，好，我要把这个危机先提出来。劳烦一下。中共划定的红线，中共划定的红线是一中，啊，一中，这个我们都意识到。这个一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绝对不是中华民国，是吗？所以才有一中各表说，我说我的，你说你的，就走到现在嘛。没有，局长您错了。九二共识以及两岸一中，
在很早以前是这样的状态，但是呢，从洗马会以后，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两岸一中，只剩下九二共识。那这样是好还是坏？我们不知道，所以必须要掌握状况。中国大陆领导人每一字句斟酌当中，一定会出现很多不同的变化，包括里面有很多鹰派跟鸽派的想法。我现在要知道，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资讯，鸽派怎么想，鹰派怎么想，最后我们总结要怎么想？请。我要说的是，习近平的想法，中共的想法，它是一贯的，它就是一中的意涵，它就是一中的框架。那我们说，他说一中原则，我们说一中各表，才能走到现在嘛。这是我们一路走来是到现在为止嘛。到现在为止是好还是不好？到现在为止，两岸还保持一个和平的状态，我认为这个发展是好的。我们希望继续保持这个发展。那现在变的和不变的在哪里？我们把这个掌握住嘛。现在变的是，对方认为我们换了政权了，他要说你到底对以往的九二共识也好，是一中意涵也好，我们的表现在哪，我们的表达在哪里嘛？现在因为还在这个总统当选人还在整理这方面的这个说辞嘛，那现在到底要到五二零到什么样的状况，要到五二零的这个就职演说，这是我们所界定的。这个就职演说以后，中共的反应如何？这样子好吗？那个，我跟局长报告一下，我们的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博士啊，在接受《自由时报》专访的时候，有提到一句话：1992年两岸两会会谈的历史事实。你觉得这句话可不可以来代表在马总统所提到的九二共识？至少在目前中共的反应，我们感受到了中共的反应不是像我们以前所理解的那么平和。平和还是敌意？我目前还抓不出他有敌意，但是他有激烈的反应。也就是说，现在国安局还是在继续收集情资，然后看着办。对 对, 对。那这中间呢，一定会有人在穿梭两岸。那目前媒体有提到说，很多美国熟悉两岸的专家学者在穿梭，你觉得这样的穿梭有用吗？这个不能说穿梭哈。好，因为那应该怎么说？互相沟通，互相理解。对对，这是学者他有他自己的看法，因为很多智库在这方面要了解，因为毕竟两岸的问题在亚太在平衡是美国所关切的，所以这些学者他不是跑两岸而已。他是美中台日他都要跑，所以学者之间的他是一个这个智库的一个作为，是那他都有个人的解读，个人的看法。我想您非常清楚，尤其最近呢，包括联合报都有做出一个民调，这个民调里面所谓的维持现状，以及有73%以上的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这样子的事实啊，我想中国大陆那边的人也知道。那同时呢，作为一个国安局的所有工作人员，在政权交接的期限完全没有空窗期。我也认为说，局长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必须要跟我们的总统当选人报告最新的状况。这个最新的状况呢，不应该只是讲好听的话，不好听的话也必须要讲出来，因为这是我们在这个国家体系里面当一个公务员应该有的职责，对不对？我一直是不受人家喜欢的，因为我都说实话。是，非常好，谢谢你。好，再来我要问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关资讯安全了。我不晓得在我们国安局里面啊，哪一位副局长是负责资讯安全。前两天有科技部的次长提到，资讯安全呢没有蓝绿之分，而且漏洞很可能在政权交接时发生。我想请负责这个资讯安全的副局长来帮我回应一下，什么样子的漏洞有可能发生？现在负责资讯安全的到底是国安局、科技部、国防部、内政部，还是移民署，还是海巡署，还是法务部调查局啊？到底是多几个单位？会不会大家都群龙无首？反正520以后再说。那个包委员，那个负责整个资讯安全的行政院有行政院治安办，
那国安体系的有国安会的治安办。我知道，你不要跟我讲他们现在的执掌。我现在知道说，到底有没有人在继续收集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同时汇报到应该负责的单位去，因为有些情报要立即做反应啊。这有些情报当然是之后再做评估用的，随时都在说。那现在行政院的这个办公室，据我所了解，停摆很久了、啊，根本就是只有在送公文惩处而已啊！上层下达就这样而已啊！真正在负责的，我觉得是国安局为首啊。不会这样子。那你觉得是科技部为主吗？科技部来主导吗？政策是这样子，但是实际上执行面都是在治安办，他在执行。你认为政策上由科技部来主导好吗？科技部的主管换了很多次、欸，次长也是一样，有些三个月就走人，有些六个月走人嘞、欸。但是卡车那边整修了造啊呢？基本上是事务官在主导整个技术上是整个事务的体系。所以你不认为在政权交接时候有空窗期？不能有空窗期，不能有空窗期。好，杨局长，来麻烦你，我觉得你也必须要做一下政策宣示，因为最近骇客还是不少。好，尤其是在刚好总统选举的当天啊，跟前一个礼拜，像敝党的中央党部就被骇客弄得一塌糊涂。我想你也都知道，那这段期间一定陆陆续续还有，所以是不是请局长能表态一下？我们这个24小时是做网域的防御的。好，我们观察所有的网域的非常的动态，我们都有掌握。好，所以你是不是也希望支持未来的网军是变成我们的第四军种？要不要变第四军种啊？我没有意见，但是网域的方面的人才要积极的培养，网路的机制要建立。是，我非常赞同你的说法，我也希望说所有负责治安单位的人一定要一起合作，不要有政权交接时候的空窗期。不会不会不会，谢谢局长。国安不会有空窗期。谢谢。国安不但没有空窗期，还没假期。好，谢谢。好，你好，谢谢。接下来请江启臣委员。好，谢谢。请主席先邀请局长。请局长。委员好。局长，这个你刚刚讲国安没有空窗期，也没有假期啊。那请问你，520政权交接的时候，我们520后的业务报告会不会看到你？因为外传都说你是这个热门的人选嘛，不要轻信谣言。真的啊、哦，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啊。所以你觉得520之后，你不会继续留在这个岗位？不会，不会，很肯定。那我想请教一下哈、哦，都没有人跟你接触吗？谁跟我接触？都没有人邀请你这个入阁吗？不知道有没有？不知道，我都觉得很奇怪，还是这个情报你没有收集到？这不是情报吧？啊、这就是谣言嘛？谣言和情资我们会分类啊。好，不过回到这个您的任期哈、哦，你担任局长多久了？八个月。八个月，说长不长，说短其实也不短了哈、哦。我先请教一下局长，整个国安局它的基本的执掌了哈，实际上是照你们的组织规程，是统合整个国安的业务。啊、哦，这里面其实在你们国，在我们国安法第二条里面，它的前言里面写得很清楚，国安局要负责统合、指导、协调、支援今天来参与的这一些部会，对不对？今天所有来列席的嘛。哦、就是几乎都是跟国家安全法第二条有关的这些单位，是没有错吧？那我请教一下局长，你们今天的业务报告，你再来报告之前，包括我们刚才的秘密会议的那个内容，这些单位都有跟你汇报过吗？有没有？还是那份报告纯粹就是你们国安局自己写出来的？
这都有，我们都有你们和我们来立法院做这个报告之前，你们事前局长，你有没有召开会前会跨部会谈过，找来跟你统合过？你要说实话，我们都是还是说前到各机关确认，到各机关确认确认他的资料报来，我们要确认。所以你有请他们报资料，然后你们最后整合成今天给我们的这一份秘密报告的资料，是不是这样？啊，为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啊？其实，如果我们去看一下今天来参与的单位，其实非常的多啊。整个我们这个国家啊，跟国家安全，特别是情报有关的单位，你看，国防部总政治作战局、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国防部电讯发展室、国防部军事安全总队、国防部宪兵司令部、行政院海巡署、内政部警政署、内政部入出国移民署、法务部调查局，这还是等，还有很多其他的啊。那我要问的是说，这到底有没有叠床架屋的问题啦？因为我也去看了你们各个单位的组织的那个执掌哦，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是国安局的啊，然后移民署的，然后其实还有一些他没有组织执掌的，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页啊，不是，国防部的电讯发展室、军事情报局，他写他隶属于国防部参谋本部，因为本局本是属机敏单位，无法于网中公布他的业务组执掌。那为什么国安局你在你的网中公布你的业务组执掌，然后其他调查局各单位都有公布，唯独这两个单位，军事情报局还有国防部的电讯发展室，他说因为他们是机敏单位，所以不公布他的执掌。那我再进一步问，这一些单位里面啊，我刚才在介绍这些长官的时候，跟情报有关的，从名称看来，军事情报局、军事安全总队、海巡署有情报处、内政部有保安组、有保防组、移民署也有移民资讯组、法务部调查组有保防处、有国家安全维护处，这么多跟国安有关的、跟情报有关的，到底任务有没有重叠？有没有？因为前阵子宪兵的事情的时候，有人提出来说，那个军事安全总队应该把它裁掉，那你同意吗？各有各的执掌，各有各的执掌。可是我刚刚看他们执掌很多都重叠啊，那到底谁在负责做哪一个部分？我比如说，我这样问好了啦，请问共谍这件事情，你们哪个单位在负责？共谍是法务部调查局，法务部调查局。不是军事安全总队啊，军事安全总队也有，他只要有保防的，你看，所以全台湾负责共谍的所有保防单位都负责，对啊，那怎么会有一个这个 argument 说，军事安全总队只有300人，他是负责我们全台湾的共谍啊，在负责抓共谍，所以这个绝对不能废哦。确实，他因为每一个人管每一个，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哈。每一个单位都有人事处，没错。那如果可是那个单位局长，那个单位的人事处只掌管那个单位的人事。对。但是现在好，那你的意思说，军事安全总队是只负责国防部里面的抓共谍，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这些共谍，这26起的共谍案，几乎都是军方在抓的。那这样问题来了，那其他单位的都没有在抓。他也有，所以全部抓到的都是国防部的抓出来的，因为国防部他的人员的掌握比较好掌握。那么民间的他给你弄到国外去嘛？我刚刚在有提到说，人家把你弄到国外去，所以你的意思说他们的业务相对比较简单啦，随便抓就会抓到共谍。说相对比较简单，其他单位像调查局，他可能就比较难抓，他比较有着力点嘛，他比较有着力点，他比较有着力点，所以你认为业务上他相对容易执行。不是相对，他有用心，他的人。那你这样，其他单位都不用心？他没有办法用心啊，人在国外，他怎么弄用心呢？我觉得这不是说人在国内跟人在国外，不管他在国内国外，你的横向的沟通跟指挥，你是负责
所以要有督导嘛，每一个地方还有调这个协调嘛，横向嘛，对啊，对不对？或横向嘛，因为这个面太大，每一个人管制，铁路警察每一个人管。好，如果说军方的这部分相对容易，好，那我请那问题来了，其实非军方的才可怕，没错。任何地方都可怕，这些共谍或者我们讲说情报分子啦，啊，其实也不光只是大陆来的啦，其他国家来，你们有没有掌握？有，其他国家来的，有除了共谍以外，有什么谍？共谍有间谍啊，有这个。不要给我讲飞碟，我跟你讲，我的意思是说，除了老共派来的，有没有其他国家来的情报分子？间谍嘛。啊，好，间谍，比如说日本有没有？有美国有没有？有没有查获过？有，我们没有查获过，不是查获，这个是叫做情报网络，是分享。如果我和美国有这方面的共识，没有那个局长，你误会我的意思的啦。所有从事情报工作的，他当然都可能是情报分子，对不对？那我讲的是说，带有敌意的。那带有敌意的不光只或者有犯罪目的的，他不光只是大陆派来啊，他有可能是日方，有可能是美方，或者他潜在其他国家，伊斯兰也是啊。对，那这一些你们有没有查到过嘛？对不对？每次公布的，我们看到的都是什么？都是共谍。那共谍有没有可能透过第三方来台湾呢？有嘛？有。那这些能不能告诉我们？有监控，我们不能说。你在监控不能说，所以没有查到过。对，我们监控还是还不能够曝光，都不能曝光嘛，不能曝光，所以有就对了。数量多不多？不多，不多是不是？但是现在其实另外一个隐忧是什么？在你的报告里面有提到，我们目前逃跑的外劳有50,000多人，而且呈现上升的趋势，是对不对？这50,000多人为什么都抓不到？这个还不包括这个逃跑的外籍配偶啊，只有外劳而已啊。那其他外劳以外的这一些不法拘留在台湾的非法拘留的有多少？有没有掌握？有多少？移民署都非常的清楚。是吗？是。移民署打一下，大概有多少？因为逃跑外劳这是劳动部提供的，他有51,000多人啊。可是除了逃跑外劳以外的所有非法拘留或不法拘留、不法入侵的外籍人士有多少？是跟委员报告，那个到1月底为止，那么这个逃逸的外劳是50,900多人，啊，那个所有的外籍的加起来总共有7万多，7万多，所有外籍就7万多，含这个逃逸外劳，还逃逸外劳7万多嘛？那换句话还有2万多。是我们不晓得，他来的目的是什么？他是预期拘留、拘停留。那这些都查不到，对不对？我们现在都查不到，现在是谁在查？其实各治安机关他们在侦办各类案件的时候都有可能查到，所以我们有设定专案，譬如说逃逸外劳的部分，我们有翔安专案，我们所有的国安团队都动员。那么去年就查处了16,000多人，那么这些人。基本上他是预期拘停留，太阳很多。有些人，你譬如说他今天来探亲，时间到了，结果他没有去延期，啊，或者说他搬家了，他地址没有通知我们，我们不知道。那所以这情形是很多的。好，这部分呢，就是国安局局长你要去统整的啦。你会发觉啊，劳动部他只负责统计，他不负责抓。移民署啊，他负责抓外劳的部分，警察不抓外劳啊。也有，其实他们都不抓啦。我跟你讲，我们在地方上很多老板跟我们抱怨啦，越南的逃跑外劳啊，占一半啦，50,000多人里面，越南的逃跑外劳占了20,000多，你知道吗？我们有没有跟越方那边去沟通这个事情？为什么他们来的逃跑的这个比例这么高？有的工厂啊，十个月老大概逃跑了6-7个，然后罚谁？罚雇主。所以这些雇主现在有苦难言啊，他说能不能不要再进越南的外劳了？原因出在哪里？我们这边啊拼命发奖金哦，说啊这个查到的话给多少奖金？但是我跟你讲，
越南那边的中介啊，拼命在赚钱呢。你们都不知道吗？这个非法拘留的已经对台湾的治安构成很大的威胁，而且你们报告里面也提到，他组织化，他帮派化，有没有？特别是越南的，有没有？局长，你也点头了嘛？那怎么处理？我们调查局也在这边呢、啊，移民署也在这边呢、啊，警政署在这边呢、啊，全部都跟国家安全有关，跟情报有关。这是跨国的，我们讲非法移民，在台湾已经这么严重了。你刚刚讲全台湾七万多人呢、欸？谢谢委员的关切啊，这个是确实我们每一个月都在检讨的事情。但为什么每个月都要检讨，每个月都没有进展？当然，当然，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嘛，这是很。我们期望我们每个月都有进步了，但是目前抓到的，就查获的这个比例啊，我们自己有定目标，大概目前到88%了。百分之多少？88%。查获的88%。对，就我们定的目标，比如说你们目标是定多少？我们定今年定的是16000。其实我们是有达到目标。啊？有定多少？你看，目标是12300呢、啊。一万一年要抓12300，是不是？ 对，因为他的人手也不够，警政的单位人手也不够，所以人手。局长，我跟你讲啦，你要解决源头的问题啦。好，不是人来到台湾之后啊，大家都跑去赚那个比较高薪的，然后你们再来拼命抓啦。源头的问题出在越南了。对对对，那是劳动部要去管。你要从源头去解决啦。可是你们国安单位在这边收拾那个残局，你知道吗？有建议劳动部啊，要跟雇主，你们应该把源头的这个问题啊，想办法请相关单位去解决啦。你国安单位很大啊，你可以建请上你的上级去处理。他不理我，我也没办法。我们只是建议他，建议劳动部说有这样的问题，他们有去局长这个问题从源头解决好不好？是，好，谢谢。我们再努力，谢谢委员。好，下一位我们请蔡诗颖委员质询。主席能不能请我们国安局局长，请他就备询台，请局长。委员长，哎，局长你好，我想首先想请教你一下哦，今天我们是开国安局的业务报告的会议嘛，是的，所以你给了我们这一本机密手册嘛，对不对？是，我想请问一下局长哦，你觉得这一本的哪个地方是机密啊？会解读就是机密，会解读就是机密，对，那你意思是说，你向我们报告的内容是你解读后的内容，还是未解读的内容？因为我们把很多的资料哈，机密的资料把它改写。我们来源的源头啊，如果有一遍是文件改写的，文件改型。对，这是非常专业的东西啊。如果我想问一下，局长，我会解读，我会可以把依据话，好，我就可以。那局长，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那这个就可以开放了，就不是机密会议了。不是这样说。怎么会不是这样说？你譬如说，当年你里面提供的资料里面，吼，我举例来讲了，吼，这里有你们的相关的照片等等啊，好，你们的相关单位来请那个跟我报告说这些照片都是机密等级嘛？局长是不是？没错嘛，吼，我上网查了一下，网络上有不少相关的照片，好像还一模一样的呢。那他们拿出去了，我们就要追啊。如果我们要查的话，不是你们拿出去的、啊。我担心是你们拿人家的、啊，我担心是你们在网络上搜索的、啊。一本里面哈，它可能有三句话是机密，它就是机密、啊、一本三句话是机密，那像这样好了，那个主席报告，主席跟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我们下次再重开一次机密会议，就是一本里面都是机密的那个部分来做报告。不要一本里面有三句话的，那这就是机密。为什么要这样讲？我是这样类比嘛。刚才我们第一位质询的是我们罗志镇罗委员呐、啊，他刚才询问你的内容，你觉得是机密吗？
不是警都不是。所以罗委员，你听到了哈？就搞了老半天，因为我说实话哈，我听完罗委员之你的回答之后，我真的觉得这不需要开机密会议啊。就如同这一本里面哈，说实话，这个昨天贵单位来向我报告之后啊，我上去查了一个叫，你知道什么叫博硕士论文网跟期刊网，你知道吗？中华民国期刊网有很多相关的学者投稿的很多的期刊，了解。好，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跟你们内容一模一样。我只没差说一字不漏啊，但是它里面的精髓几乎都一模一样。那我就在想啦，如果我们的情报工作做的结果是这样，那我就在想说，第一个我就要请教一下说我们的局长，就你同整合整个国家的国安情报单位来讲，你知道台湾一年花的情报费用总 total 花了大概多少钱？我们去年的预算是43亿。去年的预算是43亿，国安局的预算43亿。43亿。43亿。那你觉得43亿的这个预算，立委、立法院、国防外交委员会替你做的精密报告，这本值43亿吗？整体来说，你觉得这本值43亿？那不能这样说。不能怎么说？对于立法院来讲，今天来就请你们来做报告，当然是做你们工作成果的报告嘛，没错嘛。那工作的成果报告里面，你给我们这一本，我刚刚说问你一年的预算多少，说对我听起来这本值43亿啊，你情报工作，但我觉得不止那个价格啦，不止那个价。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只有两个答案，要么就是台湾的情报工作做得不好。要么就是贵局对于我们委员会在这边要求业务报告的时候，你在敷衍我们。不会，我觉得会啊，这是你认为不会，但我觉得会啊。所以你现在的工作是，你要回答让我觉得你不是在敷衍我，不是在敷衍我们其他的委员啊，局长没错吧？没有，我不可能。不，这不是你可不可能的问题嘛？今天是我质询，不是你质询嘛？如果委员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再拜托我们下次可能要再开一次的，再开一次的会议哈。我首先在这边，我想请教一下哈。在这里面呢，你们提了一个东西，在第28页的地方，你说你们曾经列管了许多境外的恐怖分子到台湾来，把他阻绝，不让他进入台湾嘛，对不对？是的。好，你们学的总共有35位，35位，这些名字可以公布吗？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这是跟国外情报交换的。所以这35位的名单都不能公布就对了。不可以。那如果被公布出来的话呢？泄密。泄密要怎么处理？泄密看对方怎么要求我们，对方是谁？对方国安局最高不是主管就是你吗？如果你们里面有人泄密的话，有人泄密我们要追啊，要追哈。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国家来泄密保护法，这个我们移民署的署长，公廖强后，我也认同我们局长的说法哈。这35个名单都不能够公布出来嘛，对不对？是。好，那我想请教一下，103年9月18号。我们移民署是不是有遣返一个我们认为是恐怖组织的分子？有没有？我们查获，我们就拘入，然后就遣返。有没有这件事情嘛？我不晓得，我们数目刚刚30几个。对啊，103年9月18号有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啊？我不记得确切的日期，但是我们这期间，我们一个叫做阿拉伯一，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一，叫做艾哈麦德先生，你还记得吧？我知道这件事情。你知道这件事情吗？知道这件事情。你知道为什么我会知道吗？因为全国的媒体爆翻天啊，每家报纸都写啊，里面还写到你们用什么美国恐怖分子塞律中心 TSC 还在介绍这是什么东西啊，然后你们还大张旗鼓写说我们这个力很厉害，然后还把他这个人从高雄的小港机场压到。坐高铁10几个人陪同他到这个台北的桃园机场，然后再把他遣送回去杜拜。我问一下我们的局长啊，这算不算泄密？这个名字都有，还有照片哦。够猎狼的相片哦，算不算泄密？叫跟委报告，从头开始，我们查获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列为我们的公务的机密。公务的机密，为什么照片会跑出来？还有十几个人，还有坐高铁，什么全都有。不是你们泄的，是谁泄的？我们没有对外做任何的。真的吗？那好，那要不要查？那103年的事情呢？现在已经几年了？所以我跟局长讲啊，
你可以35个名单全部公布了，因为对我们来讲没有意义了。你们公听做料前后，我不会公布。对啊，你不是做得很好吗？对，我不会公布了。那为什么这件事？那这件事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哪一件事情怎么处理？我刚刚讲的这件事情啊。那媒体公布了，我们那所以嘞，没有承认啊。你们没有承认，有报纸什么都有，还有移民署的访问呢。那你们不是查说是泄密吗？那我问一下局长啦，那下一次我们重开一次机密会议，我再问你这个问题，你会不会回答我？我不会回答。那开机机密会议嘞？对，不会回答。那什么情况下你会回答？因为我要失守这个机密。什么？至少不是我说的。什么叫不是你说的？那我想请问一下主席哈，我们有备询有回答的义务嘛？那如果像我这样询问局长不回答，我可以怎么处理？有电话请告你。局长，当然你尽你的职责回答啊。那什么能够回答，什么不回答，这个你要负责，好不好？是。不是 啊，主席，我刚刚问这个问题啊，你也没有回答。我是说我询问他，他说这是机密不能回答。那我说那机密会议要做什么用？没有。我们在机密会议的时候，机密询答，你可以他就要回答、啊，你可以就机密的部分回答，是可以的嘛？对不对？对，所以说你现在不能回答合理啊。我刚刚问了局长，如果同样的问题，我在机密会在询问的时候，你是不是有回答的义务？我要看这个。我同样的问题已经告诉你啦。机密的性质是这样。好，那我们下次在开会的时候，你先提早告诉我你们回答。再来，我想问一下哦，你这里面有写到说中国的经济成长率 6.9%哈，然后这是官方的，然后你后面加了一句话，但你们认为实质上它没有那么高。我有询问过你们的单位啊，那你们的情报显示，中国的经济成长率事实上是多少？这个非常难统计，因为它非常难统计。那、啊、你们不是做情报的？它的地方和它的官方的数据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啊。所以你们啊，你们在做情报，你们自己这是全世界你们自己收集到的情报，你们认为可靠的数据是多少？我不知道，你们也不知道。好，再来，这个2016年。我们今年度中国要开第19大人大嘛，对不对？19届人大嘛，是的。我想问一下局长啊，他们现任的国台办的主任啊，有没有可能被换掉？就你们的情报显示，这个是不是机密问题？我想先确认一下。这个如果是机密，就下次我们开会再跟我讲，没关系。60岁到了，他就要走人，对吗？所以说，他会不会被换掉？有可能，有可能还是不可能？你认为几率是大于50%，还是低于50%？我认为大，大于50%就对了哈。那你认为他会换谁？你们有没有潜在掌握的可能名单？这是不是机密问题？这个是我们来说的话，也是一个猜测了。对啊，我们是情报就是这样，所以你们要说叫做收集嘛。对，我们有收集。你们你局长你不能跟我说猜测哦，因为你们是基于情报的分析结果来做判断。但是没有在事实以前，我们都算是一个传闻。啊，所以我来问你啊，今天我们开会就是希望你来告诉我们啊，这个问题如果你现在没办法回答的话，下一次我们再开机密会就请你回答吼。是的。另外一个吼，卡式台胞证现在在实施了嘛，对不对？是的。那对于我们台湾人民的整个户籍状况都掌握得很清楚嘛？中国那个部分嘛？没有。没有吗？没有。我想问一下局长，就你了解啊？台湾的户政资料有没有几乎整个外泄到中国去了？有可能，有可能，对不对？有没有那么？那你们掌握的资讯是指说我们的户政资料是整个被 copy 过去了呢？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因为有漏洞，到底他 copy 多少，我们没有办法。所以你认为是有漏洞的吗？好，那就这个部分，局长，因为我的想法跟你差不多哈，麻烦下一次请你就这个部分提一个书面的资料给我们，或者我们下次再开专案会议哈。好，再来。那我们目前对于刚才如同我刚才我们几位委员询问的哈，对于目前外籍人士，也是中国籍的人士到台湾来，我们有没有指纹按压？有全部的全面指纹按压了没有？是的，是的。所以他第二次来，即便化名，你们也不用担心嘛，没错嘛，是不是？会掌握全部都是没有。好，那为什么会发生过几件事情哈？但我这是媒体报道，不确定说有中国官方身份的人到台湾来晃一晃，出去之后我们都不知道。那如果有这样的情资，我们都会去追。好，是谁讲的 ？OK， 好，谢谢你哈。然后再来哈，再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哈。这个东南亚目前 IS 在那边设立了一个训练基地嘛，对不对？是，没错嘛哈。设在哪个地方？在印尼。印尼是啊，菲律宾有没有？菲律宾目前你们昨天跟我讲好像有怀疑。有怀疑吗？好，那你认为他在这边设，当然就会升高对亚洲地区的恐怖攻击的行为嘛，对不对？是的。好，那我想请教一下，你认为这样的情形发生之后，对于台湾遇到
恐怖攻击的机会就增加了嘛？是的，就增加。你们认为增加的几率大概到多少？你们是有量化分析的吧？我们只能说有，我们如去防范，但是说这个几率啊，对啊，不放过一点点的这个。好，那没关系。如果这样的话，我希望下一次你也提供更完整的评估报告给我们。好，那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就下次机密会议的时候再请你说明哈。另外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你哈。我看了一下你们的这个报告，中国对台的策略里面哈，我就发现这个其实你这个报告不错哈。2013年，中国对台的态度就是说要共为一个中国框架的认知。2014年，他们的态度叫巩固一中的框架。2015年，他叫坚守两岸一国的底线。2016年之后改成维护九二共识。你认为这1、2、3、4年来中国的对台的政治态度的改变是为什么？为了一中，他就坚持他的一中原则。是吗？不是哦，你再注意听哦。2013年，这你们自己写的，叫做共为一中框架认知。2014年叫巩固一中框架。2015年改成坚守两岸一国底线。2016年改成说维护九二共识，他是在玩文字游戏嘛？文字改变，底线没变。文字，再想一次。文字改变，底线没变。那你们自己也要写清楚吧？我看你们还在做了一个比较表，你们就是把他的全部照抄喽。就是因为我们也在追他为什么会变啊？对啊，为什么会变？這個、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了哈，那麻烦这下次这个问题我再继续请教你。好， okay， 好，谢谢主席。我们下一位，谢委员，请王定宇委员咨询。谢谢主席，请公安局杨局长。局长备询。委员好。局长，我希望我们的询答对我们的国家有所帮助，我也希望我们的询答能够实际上对贵局的业务能够让透过我们是民意代表，能够有清楚的了解。我先问一个小问题哈，这个我看到你们的业务报告里面，刚才我们的闭门会议里面有提到中国对台湾目前政治局势的一些变化，我不全文引用，其中有讲到一句，他默许民间或网络上的动武或武统的言论，你们有这个判断吗？是的。所以我请教你，在2月17号，中共外交部他刚指责了北韩，他们讲朝鲜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在2月17号当天，在中共的宣传部门有发出类似这样的讯息，他是在他们的凤凰卫视。凤凰卫视，我相信你们应该比我还了解，他们在中国有号称第二央视哈。香港的凤凰卫视就丢出一个说，如果美国用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中共不排除对台动武。你们怎么判断这一段话？她是一个女性的学者，她是一个学者，但是是在他们的宣传体系下把这个声音丢出来。不是，这是一个意外，默许。这是一个意外。你认为这是一个意外？我认为这是个意外。怎么判断的？因为他原来在上海的这个国际问题研究社里面，他是担任一个职务。后来他因为是，所以你认为在中共的中宣部下面的电视台言论的露出会有意外？会有意外。你意外的判断是你个人的主观还是有情报？我们经过研究，经过研究，然后经过查证。你经过查证？是的。所以你认为他们这个言论是意外？那这个人后来有没有被处分？他已经不在公职，不在公职，他不受这个。好，那我接下来请教你一个问题哈。我们现在 IC 设计产业准备要进入到投审会的审查阶段。是的。国安局从2014年就有担任投审会的审查委员之一，没错吧？是。那 IC 设计这个产业，但我不能要求说贵局什么产业都了解。IC 设计在台湾一年的产值有将近5000亿台币，而 IC 设计我们领先中国的幅度其实还相当的程度，我们也不缺资金。它是一个脑，它没有工厂，有一个名字叫无晶圆厂 IC 设计产业。比方说我们台湾的好多的 IC 设计，它设计的一粒，它可以用在国防，它可以用在汽车，可以用在电视，可以用在手机。
他在丢给台积电生产，所以台积电是工厂 IC 设计制造这一粒设计这一颗东西的，他才是大脑。而这个大脑是台湾目前相当重要的产业，它影响的不只是经济的产值，它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各个产业界面，甚至于我们的国防。这一点我这样描述，你认为有没有不公允的地方？了解。不是了解，你赞不赞成？因为这是一个客观描述，你去查所有的资料，它大概就告诉你 IC 设计产业现在台湾是领先的，我们现在不缺资金，我们资讯这个中国共产党呢，他们的九五计划里面就是要发展 IC 设计产业，可是一直追不上来。他买了一大堆，就像我们的联发科挖了一堆人才，要追上其他国际的，像高通的话也没那么容易。但我现在问你的就是 ，IC 设计产业的 know how 本来在台湾这边，我们投审会是不准中国资金一点点流进来，可现在有个氛围，有人大量的鼓吹说应该让中国来投资。而我们也知道几个前提，第一个，中国的资金后面大概都有政府了，中国的没有单纯的民间资金，这点你同意吧？同意。好，你也同意。第二个，我们既然不缺资金，而中国的资金背后都有政府的影子，而中国的九五计划也准备要挖我们 IC 设计产业这一块，而 IC 这设计产业影响到所有产业，甚至于到我们的国防资讯安全，这点你同意吧？同意。所以我本席要这边正式的请教你。现在产业界一个问题，赞成者大量鼓吹啊，应该开放。为什么？因为他鼓吹之后，他的股价会上涨，个人财富会增加，可是国家跟我们的产业安全就不见了。可是反对者不敢讲话，因为反对者讲话的话，会有中国黄安类似的效应，会处罚他。所以变成为了台湾设想的不敢讲话，想开放的拼命鼓吹。这个时候国安局就重要了。我请问你。在投审会，投审会是采共识决，没错吧？只要有一席反对，就不能赞成。请问国安局在你任内的态度，你们赞不赞成中国资金入主台湾 IC 设计产业？我们会关注这样的事情。不是关注，你赞成还反对？因为每一个个案它都有。No， 这是一个产业，这不是个案。在大原则上面，当然是你要经过他局长，他有政策。我很实在的在问你。我一开始就讲，我们希望我们的询答可以让民众了解你的态度，我们也希望对这国家有所注意。我们国家现在政权正在交叠之际，而这个产业四五千亿，而这个产业这一颗 IC 设计出来的东西，它可以放。一旦中国控制到了所有的这个东西要跟他买的时候，没有资安的啦，你飞弹的瞄准射击也要这个东西啊。可是这个现在控制在他们手上，他现在可以威胁你说你不开放，中国市场就封锁你，那是骗人的，因为他做不出来，他除非他不做手机，除非他不做 notebook。 可是我开始讲，现在社会一个氛围是赞成开放的人在那边为了自己的私利拼命讲，可是反对开放的人不敢讲话。我今天要请问你，就是如果刚才讲的所有的数据是对的，这个产业你们应该也了解，而贵局在2014年开始在投审会有一席的决定位置，基于国家安全，基于产业安全，基于资讯安全，这不是你愿意担任国安局长最重要的军人的使命吗？所以无所求，我可以问你嘛？就你局长任内换了局长，我没办法控制嘛？我现在说，请问你局长任内投审会审查 IC 设计产业开放中国资金入主，哪怕是微量入主，它都会产生致命的影响力，你们是赞成还反对？只要影响国家安全的，我们有资讯，影响国家安全的，我绝对反对。影响国家安全就反对？对。那你认为 IC 设计会被，如果一旦流落到中国手里，会不会影响国家安全？要看个案不同。每一个案它的背景都不一样，每一个个案每一颗 IC 设计它都有核心技术。刚才委员讲的我完全赞同，只要影响国家安全的我就是不赞同。国安局只要影响到国家的资安或者产业的安全，国安局这一票是反对的，因为投审会你们这一票太重要了。是 你们不是像一般的投资只将本求利，我还寄望国安局还会考虑到2300万人的安全嘛？是的，你们跟一般的那一票不一样啊。我希望在场的所有国安局的官员，也许局长会换，也许局长会留，我不知道。但国家安全，你刚才讲的，我看你下来嘟嘟囔囔讲的，没有空窗期的，这个东西不能开玩笑，这影响产业太大。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立法院在之前的委员也有
要决议不准开放，所以我希望国安局对这个产业多了解一点。是的，坚守反对的态度。我现在请教一下，我们这个国家情报工作法第二条规定，国安局是情报情工法的主管机关嘛？是，对，你们是主管机关嘛？所以依照法理上，下面的情报机关应该都是归你们要统辖、督导、了解、协调的，没有错嘛？统合和指导，统合和指导。好，那因为这个军事安全总队哈，这个军事安全总队也不用上来了，我要问你的了。军事安全总队这一次因为跟宪兵搞出这个案子，事前你知不知道？不了解。那你事后有没有督导？你怎么可以不管呢？这个情治分立啊，我们要搞清楚。不，他如果是国家安全的情报归我，他如果是牵涉到警察司法的权能，那我们不管，我们管军事安全总队不能去管警察的权能的东西，他没有司法，他没有司法警察身份嘛。但是他所以局长，我要跟你讲，就是说，按照我们的，你们是有你是属于上位统合的一个单位，而军事安全总队事前捅出这个纰漏，你不知道，我可以理解，你可能不太晓得，但已经发生了，现在连那个赵处长都已经是被告了十几个人了。你身为一个国家安全、国家情报机关上面的统合单位，你没有去了解一下下面发生什么事情吗？我其实有全班了解哈，但是我认为这个事情发生的是个案，你认为是个案，他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我就不论了。所以你有全盘了解？我有全盘了解。你是透过国防部？都有，我是整个，因为国防部的资讯来的如果不全的话，我要局长，我要提醒你啊，有时候一个失控的个案会出大事情，一个失控的个案，有时候会让整个单位蒙羞。同意委员的看法。所以你在上面督导单位不能放得这么云淡风轻哈。我最后请教你一个问题哈。马总统出访中南美洲的时候，国安局应该会做一些先期的情报收集。哎，主席抱歉，我一分钟就好哈。应该会吧？是的。这两天新闻有报哈，中南美洲会议这个是什么样的会议哈？我们就不提了，国际上的我也不给他做负面的评价。马英九总统要出席中南美洲会议，而中南美洲会议的介绍是写他是中国台湾的总统，这个你们事前有没有掌握？这个没有掌握。可他挂在网上哎，这个情报最容易啊，他是挂在网上上面的，你们都不用去收集这个吗？你知道我这边有两个版本哈，我这有两个版本，事实上。我们媒体披露以后，这个是一个是下午两点，下午两点还在写中国台湾，马英九总统亲自出席演说，还带着援助案要去到那边，还写中国台湾，就不是国安局，不是外交部，媒体披露之后，下午7:39，他们就更正成中华民国了，所以是可以更正的、啊。是可以跟要求更正的、啊，你只会让我们国家元首去出席一个中南美洲会议，然后网站上挂的网页写的是中国台湾的总统，你们事前有没有掌握？去的是总统的安全顾问，不，他的安全，你整个下你们他出去，你们都要掌握一些状况嘛，你不要跟我讲你们都没掌握吧？这个确实我们没掌握的，这有没有疏忽？这个算我个人的疏忽。不是你个人疏忽，你要怎么样吼，我也拿你没办法。这是一个大疏忽啊！你们下面的人在干什么？是哪个处负责的？我们负责安全的，这方面我们确实没有。这个叫丢脸，你知道吗？而且是可以更正的事情，你们却疏忽掉。哎，报纸写一下他就更正了，结果这个事情你们没有收集，没有掌握，让我们的国家元首站在中国台湾的总统的名字前面去演说，那他不自知。然后等到媒体有反应之后，到傍晚，中南美洲会再更正，这叫丢脸，丢我们前期准备作业的不周全，没错吧？我承担。你怎么承担？我承担，处分我啊。处分你啊、哦？那你就自己签上来吧。好，谢谢。谢谢委员。好，我们接下来请林长佐委员咨询。
请局长。局长备询。喂，好。局长，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在选举过后有没有开始跟准总统蔡英文报告？选举结果一出来，你可以讲快一点，因为我知道你们习惯用很慢的方式来拖时间。拜托，谢谢。我年龄比较大了。好，那你直接说有或没有，这样就好。有。好，那是谁请你可以去报告？一个名字，三个字，谢谢。我跟总统报告，总统特准。所以马英九请你可以去报告。所以是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去哪里报告？去中央党部。去民进党中央党部祷告报告，什么时候开始？频率？就当天晚上。当天晚上就可以去了。出来，因为当选人的安危兵力要提升，好，所以我们带着安危兵力就去报告。所以当天晚上就去跟这个准总统蔡英文报告，是不可以有空窗期。那之后的这个频率呢？之后的频率，每一天的这个安全，当前的安全情势。所以几乎每天都有跟蔡总统报告，那是在马英九准许的状况之下，你开始报告。是的。所以我想问一下，现在他是总统当选人，许多现任的政府官员还有国民党的立委说，事实上蔡英文还只是一介平民。我们在这边问你任何问题，很多情报的事情，你都说这是情报不能讲。哦，包括这个明明已经是机密会议的时候，你还是说不能讲。没有公开的时候也都不能讲。那对于这个被国民党认为只是一介平民的人，你的机密可以去跟他讲，你觉得这合法吗？合法。合哪一个法？这个合哪一条法？一介平民，国民党说的一介平民，我当然不认为是一介平民。他是总统当选人，当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的安危。安危跟国安是两件事，安危跟国安是两件事。事实上，我自己在选举的时候，也有安全人员来说，如果我需要，我也可以申请安全人员。但是你们一定不会来跟我报告机密嘛？所以这是两件事，有违安归有违安，要去跟他讲机密是要讲机密。现在国民党跟很多现任的政府官员说，蔡英文只是一介平民，但是他是准总统当选人，所以应该要违安，我懂。但是机密可以跟他讲。是可以是合哪一条法？你告诉我。他是总统当选人，没有总统当选人的法律吗？如果哪一条？我问你哪一条法？还是没有这个法？是马英九说可以的嘛？所以事实上不是依法，是马英九说可以，对不对？对嘛？要不然你讲一条法没有？所以我现在要讲的，你觉得你的机密可以告诉他的原因，是因为你反对现任政府官员以及马英九以及国民党。的立委说的，他是一介平民，你是不是反对国民党这样的说法？我没有听说他是一介平民。哦，我告诉你，现在哦，为了这个政党交接、政权交接条例，国民党阻挡最利的讲法就是说，他现在只是一介平民而已。为什么这些事情就要让他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就可以交接给他？他的权力怎么有那么大？实际上，他只是一介平民。我想请问局长，你是不是反对这样子的说法？我当然反对这个。所以你反对国民党这样的说法？那我要问你，你认为现在？我事实上我认同你说的啦，就是国安应该没有空窗期，全世界先进国家都是这样，其他的东西可以慢慢交接，但是先进国家新总统一当选，国安相关单位就要去报告，这是对的。可是先进国家是可以依法知道要去哪里跟这个新的总统报告。频率是怎么样？新的总统的办公室在哪里？并不是在他的中央党部哦，他应该要有一个准总统、新总统的办公室，按照法律来，而不是听马英九的。你刚刚的意思就是，现在就是没有法律规定，现在是马英九说可以，那马英九叫你来跟我报告就可以吗？不行嘛，对不对？我问你，如果今天有一天马英九叫你去跟中国的人报告，可以吗？依照这个勤工法，啊。依照我们国家机密管理条例里面的这个报告，我要告诉你，延期报告的分发及运用法，我们这两个法是有依据的。这些法律都没有清楚规定你在什么时候可以去跟新总统报告，也没有规定频率，也没有规定去哪里。你现在是听马英九的嘛？如果马英九指示你去，马英九是我的总统，对，所以马英九如果告诉你说去跟中国报告，你会去吗？不会，还是你会要你要说会？
那我要跟他建议啊。是嘛？所以我要讲的就是现在完全是人质。现在就是马总统说可以，你才答应，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政权交接条例非常重要，因为你刚刚说这是没有法律规定，这是马总统说的嘛？勤工法。和依照我们的上面几条几号有写说新总统什么时候当选的时候应该在几点，然后他的办公室在哪里有写吗？没有，所以你不要强词夺理，而且你又要故意讲很慢，然后来拖延我的时间。我这个时间，我现在第二个问题，我一定要赶快问。我想要问你，台湾现在我知道你不能讲中国共谍在台湾的状况，我要问你，现在台湾哪些产业我们被渗透的最严重？你至少可以讲一下，因为我们各行各业里面谁被渗，你不用讲说怎么渗透那些，因为这些我都知道是机密。你让我们那些产业的人有一个警觉性，我们在用人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共谍可能是比较多。你不用讲军方，我当然知道军方被渗透很多，都报纸都有报。IC 产业 ，IC 产业被渗透，再来呢？你讲三个，让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只知道 IC 产业和我们的电子科技这两电子科技，所以这两块被渗透很严重嘛。所以现在马总统还一意孤行的说，在这几块都要跟对岸，要更开放，很多东西可以出售给对方。我们台湾人不要这么小气。结果你也知道这几个是我们渗透被最严重的嘛。我想我在这边不想评论他，他也都快下台了。我只是要告诉他，发现这整件事情多么的荒谬跟矛盾。最后我只问一个问题啦，真的是时间有限哦。我想局长也知道，以前有一个单位叫人二室。那我想请这个在座哈，如果等一下有其他的局处可以来补充的，帮忙补充一下，就是人二室。他掌控了人民很多的资料嘛，对不对？在很多相关的公务机关、军公教，甚至于连民间团体、学校都有，把所有人民的这一些，包括他哦交过多少女朋友、有没有劈腿，然后谁怎么样的去给他这个情资、像做要杯啊，这些资料都很完整。就我们看很多各国的这个相关档案的保存哦，像这一类的档案都知道。哦，然后谁去给你告密？然后你平常都在看什么书？加入什么球队？你的这个什么，这个交友状况，甚至于连你的家人，通通都要调查。我想要问一下，这一块的资料我知道已经有，在过去几年转型正义的理念还没有很清楚的时候，这一块资料都被销毁了。当然有很多也是善意的销毁啦，因为这个牵涉到个人隐私，以前这样子去查人名是不对的。但是现在转型正义的事情开始了以后。很多人都希望可以仿照欧洲国家，把这些资料让人家可以调查，因为白色恐怖不是只有被关、被抓、被枪决的人才有关系，很多是可能只是被人家打小报告而已。而这些资料，我相信很多人的日记都没有写得这么密，所以我要问的是局长，还有没有任何地方有这样子的报告留下来的人二世的资料，能够作为我们未来知道过去威权时代怎么监控人民的？经过这么多年了、啊，已经。大概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现在处理的差不多了。详细的状况很会处理嘛？这个历史的进程、啊、所以有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我相信只要有五份十份，大家都会知道原来以前我们是这样被监控的。有没有几份还留着的？如果委员愿意的话，经过大院的程序，我们愿意公开给你看。所以还有，所以没有全部销毁，那很好。拜托你们绝对不能销毁，拜托，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林委员，局长，谢谢。下一位，我们请吕孙林委员咨询。徐志荣委员咨询完毕之后呢，我们先处理临时提案。主席。有请局长，请局长备询。委员好，局长你好，局长，我想，依据国家安全局组织法，你们隶属国家安全会议，国防部有五个单位：政治作战局、军事情报局、电讯发展局。电讯发展室、军事安全总队，还有宪兵司令部、行政院海巡署、内政部警政署，还有移民署、法务部的调查局，这些机关所主管的有关于国家安全情报事项，由你们统合指导、协调、支援。
所以我想请问局长，什么是国家安全情报事项？哦，请您解释。关系到非常的广泛啊。对，我知道非常广泛，影响到我们国家安全的所有吗？我们都要评估啊，大大小小吗？大大小小，我们要把它评估，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影响的程度在哪里？所以这些单位发现有影响到我们国家安全的事项，都会上层到我们国安局吗？我们会每一年呢，会有一个情报收集要项，每一年经过这个收集要项，每一年会分发一次。那有必要的时候，临机会分发一次，关系到有影响到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安全的，我们都要分发，分发到各单位去做情报要项的收集，到我们国安局来，我们会诊，然后界定它对国家有安全，这是我们的权责。好，所以，请问局长，对于之前发生国防部政战局军安总队针对三件文件，协请宪兵指挥部进行非法逮捕搜索民众的事情，你知道这件事情吗？我事后知道。你事后知道，你看电视才知道。是的。好，那局长，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军安总队和宪兵的相关情资，你有收集到吗？没有。没有。好，那他们要出勤行动，去抓人取供、扣押文件，也没有知会你们吗？没有，完全没有。没有。好，那后来军安总队发放的15,000元，你们知不知情？不知道。也不知道，都不知道。不知道。全部都不知道。毫无所悉。好，那这件事情发生以前，算不算国家安全的大事？应该不算吧。应该不算。好，那事情发生之后，从舆论和立法院强烈质询来看，算是重大社会案件吗？治安案件？算。好，我再依据《国家情报工作法》第18条，情报机关于获取足以影响国家安全或利益之资讯时，应即汇送主管机关处理。其涉及社会治安之重大事件或重大灾难者，除依法处理外，应即汇送主管机关。所以照刚刚的讲法，军安总队有没有依法向你们禀报？不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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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安总队不是应该要，你们不是军安总队的主管机关吗？我们在情报上是。那你们不是在情资上面应该要收集到吗？ 我这样子说啊，这个情资和这个治安啊，就是有关系到司法警察的事情，我们是不管的。好，那他给的情资是什么样的情资？有没有影响到国家安全？你刚刚不是说经过舆论、立法院这样质询之后，它是重大的治安事件吗？它是重大治安事件的，所以你刚刚讲话就是前后矛盾嘛？没有啊，没有矛盾。好，没有关系。再来，103年7月22日发布的《情资汇送作业办法》其中第8条规定，主管机关对各情报机关所汇送的资讯，应签收、登载、管制，并采取保密措施。所以你们国安局是主管机关，对于各情报机关所汇送的资讯，你们是怎么样登载管制的？要层层节制了。层层节制，他的范围，他不是我的范围，不是你的范围，你是局长。如果我当然是局长，对啊，邮局也是局长啊。那我，那你为什么，那你为什么不去当邮局局长呢？我如果发布我当邮局局长，我好，那你继续，请继续。如果说他的情资，他不能大小巨细靡遗的给我啊，每一个层次，我讲嘛，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这关系到他这方面的情资，他要过滤，要关系到有国家安全的情资才给我。我要国家安全的，其实有关系到政治。所以你觉得刚刚那个我问的问题没有影响到安全喽？没有，那是事后他因为处理不当，这是个案处理不当。那个案处理不当，个案处理啊，他已经进入到司法程序了，我就不论、这个。你是局长哎，你怎么没有掌握情资呢？哦、我都不能够什么都管。你什么东西都不管，那你为什么要当局长？那最好你就叫我下台嘛。好，没关系。好，依照《国家安全情报工作统合办法》第6条规定，各机关执行国家安全情报工作，
应依据本办法第二条所范围及订定班之情搜指导要项收集情资，并适时回报各机关收获及涉及重大之社会治安事件、危害预警及灾难等情资，除依法处理外，应同时报送本局。请问局长，所以军安总队到底有没有跟你们回报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是很小的一个情资。好，这件事情是很小，它不列为情资嘞，它不是我要的情资。我刚刚跟一开始跟委员有说明了、说有关系到一个层次的，我们有下达情搜指导要项的，这个他要给我们。如果没有下达情报指导要项，如果是重大的，他要界定那重大，层层节制。好，局长，那今天发生的这件事情，你们国安局做了什么检讨？我们国安局，我有做检讨啊。什么检讨？我认为这个程序，你认为什么？程序怎么样？程序啊，要搞清楚。搞清楚，然后呢？如果没有经过检察官的申索搜这个申请搜索的许可的话，不可以、超越法令嘛？你怎么可以越法执行呢？这是最不该的一点嘛。那你有没有惩处？我不关我的事啊，他有他的情报，他有他的体系嘛，他是国防部的体系嘛。譬如说，我要这边有八大单位，我也不能随便拿来惩处，我没有这个权呢。我只能说，在情报的收集，我要指导，我要统合情报收集的能量。依据国家情报工作法，你们是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保障人民权益。国家是委托你们去规范、监督，还要统合国家情报，但是你们对于情报收集之后的内控是出了非常大的问题。没有问题。有问题。没有问题。有问题。那是执行。你们这样的侵犯人权，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侵犯人权不是请你检讨，请你检讨。我认为没什么好检讨。好，我觉得你需要检讨。你们国安局整个系统都要检讨。还有。刚刚王定宇委员问你的，你说你要自行处分，你要怎么处分自己？我没有说自行处分。有，你刚刚就说了你要自行处分，请你说明，你刚刚说你要自行处分，你要怎么自行处分？我看总统怎么处分我，我跟总统报告嘛。说你刚刚自己说你要自行处分啊？我自行处分，我就跟总统报告。好，那你提出报告来。我跟总统报告。你刚刚跟王定宇委员已经讲了，你要自行处分。请你也要跟我们报告，谢谢。好，谢谢委员。啊，谢谢。我们下一位质询的委员徐志荣委员。主席，我想请局长，请局长备询。委员好，主席、局长、各位委员、各位长官，大家好。首先，志荣在这边对我们国安局也好，各位情资系统也好，对我们国家安全的付出，大家辛苦了。首先，请教我们局长，我们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2008、2016。三次政党轮替，请教我们局长，您认为我们这个国安的业务情资的交接是否已经制度化了？再简单的讲一点，就是说，是深度的交接，还是形式上的交接？所谓深度的交接，举个例来说，第一次政党轮替的时候，我们李总统交给阿扁总统，那个时候可能很乐意的传承，可能我们丁局长那些都很亲自的去跟我们陈总统报告。那在阿扁总统要交给马总统的时候，可能双方之间的互信的基础不太够，就沦为这个公文档案的形式上的这个交接而已。所以我刚才请问的是，制度化的交接是定了没？是深度的交接还是形式上的交接？
谢谢委员的关心哈。这个国安的交接其实是依法行政，国安没有交接的问题，就是国安局没有交接的问题。国安局的交接很简单，就是局长换人，但是他的国安工作仍然照常。国安局的交接不见得局长要换人吧？我只是这样说了。哦，这样说。因为他没有什么交接的问题，国安局没有交接的问题，因为情报不可以间断，情报也没有颜色，情报是以国家为准的。所以就刚刚，所以他没有假期，也没有颜色。像刚刚林委员讲的，没有空窗期，是当选当天，我什么我们都要去跟我们未来的总统需要去报告了。就是这样子嘛，是的，他没有 交替的影响。那没有交接的那个，那至少哈，我们国安局是否已经会诊好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些情资的，至少那些简报的资料啦，那些总应该要有吧？是的，这个有，都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是的。双方之间有进行到怎么样？有还是已经两边？交接小组那些都有，有过磋商，有过磋商，是的。然后汇整好的资料还没有完全跟正式的，是，还没有那个，是都有七成定好了。那至少应该在520以前，这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要把它没问题。目前沟通无碍嘛，目前沟通无碍。好，谢谢局长。可能之前的委员不知道有没有重复的问题的，没有关系。如果有重复的问题的话，就请局长重复的回答就好了。是的，哈。你刚才讲的国安局的业务交接，就包括国那个局长下台，其实我觉得业务交接局长不是一定就是要下台的嘛。现在是说啊，外界啊普遍认为啊，为了维持这个政权稳定的考量啊。可能会考虑选这个2008年政党轮替的模式，由您继续的来任这个国安局长。请教局长，那新政府是不是有跟你接洽，还是有征询你什么意见吗？不知道，没有这方面的讯息，没有这方面的讯息。这个不要轻信谣言。好，那如果有的话。有咨询你想请您继续留下来的话，您会接受吗？目前没有这方面考量。没有这方面，假设性的问题不予回答。对，我做我分内的事。我现在是国安局长，我把国安局这一块国家安全做好。好，我那如果您不接受的话，您有建议说谁？如果我们的未来的执政党征询你，您又不接受的话，您是否也可以推荐适当的人选？我推荐没用啊。推荐有用没用？我们至少推荐嘛。哦，接受决定权当然不是我们嘛。是。您也不妨说，你如果不接受的话，也不妨可以提个适当的人选。当然不是说你提就是。总统听你提的人嘛，这是给他参考嘛，大家都是为了国家好嘛，新总统决定，新总统决定，新总统当然是新总统决定，只是说你也提供人选给他参考嘛，是的，好不好？谢谢，大家都是为国家着想嘛，哈，谢谢。再来就请问局长，我们针对这个南海的争议啊，这个国际法庭可能在5月或者6月问他这个仲裁太平岛的是岛还是岛礁？这个可能会宣判了哈，局长，以您的情资或者以你的判断，这个判决的结果会对我方有利还是不利？第一个，我们的太平岛是岛还是礁，是没有在这一次菲律宾所提出来的仲裁事件里面15项里面没有这一项，所以对是岛是礁，这一次的判决是。没有影响的，跟我们毫无影响。对，那我们马总统前一段时间到太平岛去嘛，哈，当然除了是宣示一下我们这个主权以外，是不是也有这些举动
多少给这个国际法庭去判决对我方会比较有利的，虽然说没有什么很绝对的关系。那我们是不是除了总统的登岛以外，我们国安局这边也会陆续的安排其他的团体登岛，或者有其他的什么作为，例如说这个填海造陆啦，这样让我们这个太平岛的祖先更不会被其他的周边国家那些种种有所纠纷争议，对我们中华民国的对太平岛的祖先这样有帮助。这不是我们的权责，我们只是收集情报，我们没有这一方面的权责去请谁请谁，我们没有这个权责。好，那总统马总统他也有提过，他可能他也想要举办这个南海和平倡议国际会议嘛，那是不是在我们台湾本岛举办了以后，再邀请国际一些学者啦、法学专家前往太平岛实施参访，像这样的会议，局长最后在我们520交界以后，贵局也是不是也会建议我们未来的总统，我们蔡英文女士也来去登太平岛？太平岛是我们的领土，那至于要怎么做，这是权责机关去安排，我们都乐观其成。对，如果是我们的领土，大家都没有意见的话，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其他的什么国际法庭啊、周边国家的、菲律宾什么那些的事情嘛。我们当然是认为是我们的领土，但是其他人、其他国家可能并不这么想嘛，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嘛。所以我们就要加强怎样证明给世界各国知道说，太平岛就是我们中华民国的，不管用什么手段啊，领导人，我们不讲领导人了，我们讲我们的总统，马总统也好，登个太平岛，蔡总统。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建议他也去太平岛，宣示我们太平岛是我们中华民国的主权，是这样子。这由新总统或者是新的这个政府去决定。这样子哈，好，是局长是说您可以建议的哈。那简单在最后一个中国的骇客，我就不再细述太多了哈。我们国安局有自行研发的这个保密手机。目前使用的除了我们正副总统以及国安人员以外，外交及重要的内阁人员是否有在使用？是的，都有在使用。那面对中国骇客的攻击，我们国安局所配发的保密手机可以有效的防范吗？绝对有效，绝对有效。至于我们自己研发的，好，那关于自己研发的，那就我们就不怕他那个骇客的问题了。是的，好，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我们现在先处理哈、临时提案啊。我们现在收到有两份临时提案，我们先请议事人员宣读。临时提案一，鉴于台北市政府即将于2017年举办世界大学运动会，简称是大运，届时安全维护将是工作重点工作，是以建请国家安全局于2周内提供世大运举办前、举办期间之维安情势分析及应变处置措施之评估方案。提案人刘世芳、吴思瑶、姚文智、江启臣、吕孙林、王定宇、罗志镇、林长佐、蔡世应。以上宣读。好，本案各位。我有没有意见？行政部有没有意见？有，什么意见？你到这边讲好不好？啊？哦，两周那边一个月啊？跟主席还有委员报告，因为对这个高雄师大运啊，我们是不台北师大运，我们非常的重视。那实际上我们在幕僚作业已经都展开了，有没有在作业了？已经在作业，像昨天都请各单位啊，我们做个幕僚协调。所以你要修改哪里？我们希望是一个月之内。一个月内有没有问题？然后这个应变处置措施啊，我们建议啊是产生初步的规划方案，因为我们是按照大声一点啊，我们按照这个阶段啊，就是师大运这个召开前，然后先说到。
然后这个娴熟开始上场，我们是分初步的一个规划作为。我建议说，这个期限啊是一个月，应变处置措施啊建议改为初步规划方案，请主席跟委员啊予以支持啊。没有意见啊。是，好，那就一个月，照你们刚刚所提的内容修正通过，好不好？好，好，下一案，请宣读。有鉴于国防产业具有国家安全及经济发展之重要性，国防自主是建立我国军事自主性的未来方向，是以建请国家安全局评估我国发展、国机国造、前舰国造、国舰国造等国防自主产业。在基础建构能量、关键零组件、关键技术、来自国际社会与中国所遭遇到的挑战，并于一个月内提出分析报告。提案人刘世芳、蔡世应、吕孙林、王定宇、罗志镇。上宣读。好，对本案有没有意见？那请。向主席报告，有关于提案的第三行，建请国家安全局评估我国发展国际国造。这一部分的评估之前建议啊加两个字协助，报告完毕。协助什么？协助评估我国发展国际国造。哦，协助评估啊、有没有意见？那你后面要不要再改？后面及我国应变，可惜方案就不要了，那删掉了。报告主席。哎，是。国际社会里面跟中国啊，面临我们现在要提出所谓国建国造或国际国造这个部分，政治上面有可能遭遇到的挑战，好吗？你是我跟他沟通过，他了解，所以我可以接受。好，那我们就依照您刚刚所提的建议修改内容修正通过哈。好，谢谢。好，那我们两个临时提案处理完毕，我们继续答询。下一位质询的委员是钟嘉宾委员。钟委员有没有在场？好，钟嘉宾委员不在。我们下一位登记的委员郑运鹏委员，请咨询。哎，主席、各位首长，大家好，是不是请杨局长？好，杨局长备询。委员好，局长好。那如果等一下询答的内容，您认为有需要请别的机关或别的首长来，您就跟主席请示。谢谢。那局长，我首先跟您请教哈。那在之前的会议里面，您有回答罗志镇委员的询答了哈，我不谈机密。你有说您的就是你较够难玩，因为您说实话嘛，没有错哈。所以接下来也麻烦我们局长就实话实说了啊。那我先承接刘世芳委员刚才跟您询答了一个内容，那我先引述您的话，那您确认一下我没有误解哈。您说九二共识，他们说一中原则，我们说一中各表，我讲的精不精确？精确。所以您认为是这样？是。他们指谁？中共。中共。我们指谁？中华民国。好，那一中原则跟一中各表这各四个字一不一样？坚持有所不同。坚持有所不同，那这四个字是不一样嘛，对不对？模糊啊。好，前面他们叫一中原则，叫中共，我们是我国哈，叫一中各表了哈。那既然这个不一样，坚持有所不同，那这应该叫共识吗？叫模糊的共识。模糊的共识、创造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模糊空间。所以在国安局、国安单位的认知里面，九二共识是一个很模糊的共识，各方有所坚持。是。那您认为一个模糊的共识应该被拿来当中华民国或台湾的全体共识吗？不管怎么样，这个共识是双方愿意在这个模糊空间里面继续走下去，这个共识是好的。双方在这个模糊空间里面不愿意各坚持己见，好，这就是不好的。那您如何认为好或不好？我认为你怎么样对您来说是好？维持两岸的和平
这是好的。那你就没有别的空间了、哦？和平是最大的空间。这个共识就是你说他们只讲一种原则了嘛？这个就确认了嘛？对，他没有。所以我们常常在各个他没有反对我，他没有反对吗？他没有反对我，他没有反对吗？我说一中各表，他没有反对，他是要求说你们要在一中架构之下，对不对？然后这个叫九二共识。所以在局长您的说法里面就非常清楚了嘛，九二共识他们只讲一中原则嘛，我们就讲一中各表嘛，啊，你说这样子是最好的发展嘛，啊，对咱来讲拢输的嘛，对不？这个不是，因为我们也有我们就算不管怎么表，还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怎么表，他们也没有表，一中原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没有中华民国嘛。您的精确用法就是这样哦。他没有不是说精确用法，因为这里面有模糊嘛。就他不讲话嘛，你讲一中各表，他不讲话。他们没有模糊哦，我们很模糊哦。我们是模糊、啊，我们容许他模糊，他连一点模糊都没有。那对不对？这在国安局，他愿意跟我们交往，您的正确说法就是这样子啊。愿意跟我们交往，就是就很高兴了。就对不对？就是天朝垂示嘛，哈，没打仗嘛，是吧？他们在国际上都没有让步了。我是跟您确认一下，啊，在国安局的立场上面，您的认知就是他们是一中。原则，我们是一中各表，啊，你像书像牙都清清楚了啦，对不对？目前是，哦，但是你认为这是好事了，哦，好，再跟局长请教，哦，马总统从去年底到现在，哦，马总统现在正在出访，那去年底有突袭式的，哦，那有进行了马习会或习马会，那在今年选举完之后也突袭式的出访中美洲的友邦，那我想请教一下局长，您有没有事先掌握到这些讯息？没有，没有。所以对马总统要进行马习会，对于马总统要在卸任前出访中美洲友邦，国安局都没有事先掌握讯息。要出访，我是接受到命令的。嗯，我要先去嘛。嗯，所以我说你所谓的事前是多早以前的事前？那你多早以前接受到命令？我在知道出访的时候，我们就去到中南美洲。这多久以前？正确日期，这应该不是秘密。一个月以前，一个月以前是，所以是在选后哦，一个月以前嘛。现在是3月16号嘛，是，所以大概2月16号左右嘛。那1月16号投票嘛，所以选后决定的哈。好，那我想请教一下，为什么国际跟国内都非常错愕？毕竟现在就是交接时期嘛，这个没有错。所以元首出访带的团这么多。大家都是位居要津，他们有很多的资讯在身上。那您有没有掌握到这一次出访里面，马总统以及他们的团队在这么复杂诡谲的中南美洲里面，他们有没有接触到哪一些该接触或不该接触的人？你有没有掌握到这些资讯？有，有。所以马总统接触到哪些人，然后这个团队里面接触到哪一些人，那您都有掌握？是的。有没有包含不该接触的人？你们认为不该接触的人，总统要见的人，我不知道是谁。你是管不到嘛？哈，有没有跟中方有关的？那您觉得没有跟中方有关？那其他团员有没有接触到这些人？中南美洲的情势你应该知道嘛？是的，非常复杂嘛。非常。中美洲议会也是非常复杂嘛。是。哦，那这个状况之下，龙蛇杂处，资讯非常的多元，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以您的专业建议，您会建议说总统在卸任之前该做这个动作吗？我没有总统的意志，我不去主导。那你们就做到总统交代事项。是的，总统交代事项。所以总统在上面做的国际间哈对中南美洲友邦的承诺，您有事先掌握吗？没有，没有。所以总统说到说要跟他们共同合作的基础建设、公共卫生跟教育，您也不知道总统会答应这些事项，这是外交部和总统之间他们要去做的。所以他总统所承诺的公共建设里面，未来承包给谁，会不会继续留于过去这些国家里面的一些恶习，您也不晓得，不晓得，也不晓得哈。好，这是跟您请教。所以国安单位只是消极受命去安排安全工作，这个、其他拢唔知影啦哈。这个个案是这样，好，这个个案是这样哈。那再来跟您请教交接的事项了哦。那这一次，刚才林长佐委员有跟你请教的，这一次你说总统有交代国安局这边跟新的团队，蔡英文准总统这边有交接，他总统有交代交接的深度吗？是跟第一次2000年的政党轮替的时候，李登辉总统，然后
要求深度交接给陈水扁总统的状况一样，甚至一对一的个案交接，还是跟第二次说只有公文交接？总统的交代到什么地步？这个案子是这样的，因为我基于职责，对，我向总统报告，对，说总统当选人已经出来了，嗯，站在国安的立场，国安没有假期，没有空窗，对，所以我要去把总统的警卫兵力要提升，然后要做国安日报的报告，所以国安日报也有跟蔡英文准总统这边有报告了，有到这个地步了。那马总统也没有交代说基于安全那必须要对于新的团队包含总统副总统包含已经被宣布的林权、哦、准行政院长他们做一些监听或必要的勤收工作，不可能，有没有这样交代？不可能，也没有这样交代、哦、没有没有，好，我只要确认一下了、哦、绝对没有。所以对于马总统目前在外你们有做情资上的掌握，是对于未来的新团队总统马总统没有交接，没有交代说你要做必要的情收，没有没有，这个您保证？绝对没有。好，您确认、哦、是。好，所以今天跟你请教的 这几个事项、哦、那我们也希望说国安单位是一个中立的文官交接了、哦、是的。所以就您的评估、哦、我相信把马总统所交代的交接事项先厘清了、哦、就您的认知里面了、哦、我们经历过两次的政党轮替嘛，李登辉总统交接给陈水扁总统，陈水扁总统交接给马英九总统，这两次里面其实实质上是不一样的。那您认为你这一次的交接它的程度上面比较偏向哪一个？第一次我跟你刚刚有跟您说明过，应该是甚至一对一的个案交接都有做。我认为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哪些是你们应该做的事？国家已经民主的进程、啊、发展到目前为止、啊、我认为都是正面的。嗯，所以我不能类比我以前他怎么做我怎么做。我们应该回归到我们现在的工作。好，我现在是做这个国家安全的工作，我就配合国安会。那么所以你还是接受指令对不对？我开始是我跟总统报告、嗯、总统同意，总统特别告诉我这是应该做的事，所以我就去做。那总统如果没有告诉你这是应该做的事，你们会做哪些事情？因为我已经跟总统报告了、嗯、现在我也不能假设，因为这是一个实情，总统就告诉我说这是应该做的事，你就去做。好，所以我就带着兵力报告，就是说您的任期是每个人任期都有限，但是国安局的任期是它会永远延续下去的一个机关了哈。是，在这个状况之下，因为个案不同嘛，是您认不认为说应该要有一个明确的总统副总统交接条例，让我们所有该做的工作都名列在里面？有最好。有最好嘛，齁，因为隔壁就在做这样的公听会了。是的，所以在您的认知里面，包含国家安全局里面的工作都可以名列在交接条例是最好的。是的，这样对国家最有利，对不对？对。好，谢谢局长，谢谢。谢谢。好，谢谢。我们下一位请蔡益宇委员咨询。蔡益宇委员，蔡益宇不在。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卢秀燕不在。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不在。陈怡杰委员，陈怡杰委员，陈怡杰委员不在。刘建国委员，刘建国委员，刘建国委员不在。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徐永明不在。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不在。我们下一位请马文君委员咨询。谢谢主席，麻烦请局长。委员好。局长好。因为最近其实媒体常常都会提到国安系统的人士，那依据准总统蔡英文倾向维持现状国安局陆委会的人事都不动为原则，那其实夏主委已经三度婉拒了，确定不留。我想要请教杨局长，因为刚刚也有委员有关心这件事，不晓得您的态度怎么样？我都没有思考这样的问题，我现在非常忙，忙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去思考个人去留的问题。倒不是，倒不是自己去思考了哈，因为毕竟你包括国人会关心以外，
还包含对岸美国日本国安体系其实都很关注，因为毕竟局长是比较专业有能力的国安情报专家，谢谢。所以就这个部分，如果您留任对于马政府的国安政策可以无缝接轨到小英政府，我想就这个部分一定会没有问题。不晓得您会给新政府什么样的建议，因为不管你留不留任，如果你不留任，在这一段期间，就您就任局长以来，其实一定有很多包括我们国安的事务业务各项的业务，您会给新政府什么样的建议，让我们可以稳定发展？有没有什么是你比较遗憾没有完成的？哦，每一样工作都很重要了。我遗憾就是我比较累啊，真的。如果您都觉得累，因为你是情报专家，如果您都觉得累，那要接任的人，我想会更累。因为我想，其实就严肃的议题来说，如果连您都觉得累，表示我们的业务繁琐，而且是有需要考量的危险性。我的意思，我的能力可能差一点，会比较累。太客气了，刚刚我们有提到了哈，现在我们就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是很希望可以知道说可以有什么样的建议，因为对整个国家未来的局势发展，国安单位是掌握最详细的情资，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推动跟发展，我觉得这是局长您应该尽的本分，到时候可能不管你留不留任，我们都希望其实台湾的整个政治的形态还是可以很稳定。那另外其实在新政府上台以后，其实一直在提到的他们要推动转型推行的转型正义，国安局可能也是目标之一，那局内的档案是不是都有准备好，会不会像国防部这样或者其他的一个程序的疏失就让大家蒙受很多的阴影，我觉得这个可能都是要先事先来因应的。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国安单位，包括我们国防部，还有其他相关的单位，大家都可以做好这样的准备，还有所有的相关的行政程序，让它没有瑕疵的一个交接。另外还有一个想要在这里特别请教我们局长。不晓得您有没有接到这样相对的讯息哈？根据港媒在征明哈，2016年3月有做这样的报道，中共党政国家领导人主要成员如果发生意外的时候，突发性的事件伤亡，影响到中央领导中枢，或者因为发生全国性的政治暴动。政府的管制处于真空状态，通过非常时期中央领导班子小组名单主要应付以下四种状况。第一，如果习近平遭遇意外，中央的领导班子组长接下来就是王岐山，第一副组长李克强等等。然后第二，习近平跟李克强遭遇意外，中央领导班子的组长王岐山，副组长张德江，栗战书、许其亮、马凯。第三的状态，习近平、王岐山遭遇意外，中央领导班子的组长李克强，第一副组长许其亮，副组长栗战书、马凯。第四个状态，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同时遭遇意外，中央领导班子栗战书任代组长，也就是召集人，副组长许其亮、马凯。就港媒的报道里面，因为最近其实在中共习近平开完两会以后，其实习近平的情势可能会更加的险峻，因为在两会开会期间，中国茉莉花革命似乎有在酝酿形成，有一封给习近平的公开信，要求他辞去党跟国家领导职务的公开信。其实这个对于导习联盟，他可能已经成型，而且开了第一枪。现在习近平也列出，一旦遭受生命危险，他都已经举出，包括他本身，
包括李克强、包括王岐山同时受到生命威胁的时候，他们的接班跟国家的领导顺序等等，其实都已经列出来，是不是这个现象显示目前中国的内部是有不同的一个可能在酝酿的一个政治状态？局长，您是这一方面的专家，您的看法怎么样？这是一本很好的故事啊，这个写故事的这个杂志，我很佩服他，编出了这个十八册。那我们也不能够轻忽了啊，我们也把它拿来看一看，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还在关注当中。但是是很好很好的一篇故事。就您说的是说，他们公开的这四个，他们公开的这四点，如果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受到国家领导人受到攻击威胁，生命有疑虑的时候，这个是假的吗？这个领导班子的，这个是假的吗？这个是没有依据的一个故事嘛？我刚所以这个没有嘛？哈，不过没有依据的。不过就您，习近平的领导地位非常的巩固，非常巩固。就我们获得的情资啊，是是是。因为其实江泽民集团，如果以局长的情报资料，我相信他曾经也想要对习近平动手，当然没有成功。这个情资我们姑且局长也可以让他成为故事。好，我们其实在美方或者其他国家，其实对这一方面的掌握还有大家的关注非常非常大。我们希望，因为其实在我们的秘密报告里面，我们总共41页，可是我们用了高达25页的篇幅，有提到中国大陆，不管它的内部的政治局势，不管它的内部的经济发展，它的整体政策方向，以及对于国际的影响，对于全球各方面，还包括它的武器发展等等，还有它面对东北亚，面对南海，面对其他国际的局势，我们的报告里面多所琢磨。所以可见在这个报告有41页而已，它就占了那么大的篇幅。中国其实对台湾的影响其实应该是非常大，所以包括它的政治氛围，今天我们不管说它是不是真的假的，因为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它现在强力的打压贪腐，我相信它宿敌也非常多。如果中共高层这样拼得你死我活，这样的博弈的状态，台湾的安全，就局长您的专业判断，如果发生他们有内部的政治的状况发生以后，或者对周边国家他们采取的行动，对台湾来说，台湾的安全是相对安全还是相对危险？国安局是不是有一个相应的措施来进行？是非常危险，因为对方的动乱会造成他的这个军头会强势的，会强势，会转移注意，内部的政治会转移注意，像北韩一样吗？用军事的力量，用军事的这个反这个军事的这个侵犯行动啊，来转移注意，那个时候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那台湾有没有目前有没有沙盘推演的因应方式？因为包括国防部，因为既然局长都已经判断他的内部局势如果不稳定的时候，其实对台湾是相对危险性提高非常多。姑且不谈他现在的整个对我们周边国家的情势，然后就他内部就会有这样的状态。那如果他提高军事的一些危险情势的时候，台湾怎么因应？现在我们国防部就在做这些事情，我们都有做沙盘推演，国防部对于任何的防卫防御都有，国防不可以有一天轻忽，就像我们掌握对岸的情报一样，不可以疏漏，所以目前没有这个现象。所以局长的判断，因为刚刚您是提到说他的巩固能力，其实目前他的巩固的力量是非常稳固嘛，是没有这种状态发生，他有一些社会的一些，因为经济形势不好嘛，社会有一些不安了。当然，本席不知道是不是局长没有就是
在我们现阶段的场合了哈。不过因为就很多其他国家的情资，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在大家各国的高度关注之下，尤其是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更加密切，而且我们的距离又最近，我们有很多相关的国防的防御各方面，可能也都要采取更大的一个因应的措施，我们希望都可以做到整体的考量。另外在报告里面其实也有提到新兴的网害威胁，其实他们的手法越来越新，还包括我们就是联合国，其实他的统计资料都认为很多开发中的国家，高达 数十个国家都已经成立专责的单位部门来因应。那台湾目前的因应，或者我们有没有提升这样的能量，或者有没有政府跟民间同时结合我们的网络安全的层级还有规划，这个甚至专门部门，是这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而且我们成立了，我们自己国安局就成立了第七处，第七处就管控这个网域防御、网域安全的这一方面的这个能量，这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那我们的整体的架构有这个治安办公室，行政院的治安办公室，国安会也有一个治安办公室。那么局长，其实本席认为我们的治安办公室的能量是不足的。第一，它预算非常低。第二，它能够显示的能量，在上一次其实之前的会议也检讨过很多。我们希望在各国都高度重视之下，现在大家都知道，像这样的网络安全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可能要加快脚步。不管在预算，如果能够在这一方面可以加强因应，我们都应该确实的提出改善的一个政策方向，赶快落实。谢谢委员。谢谢。谢谢。好，谢谢我们下一位邱志伟委员，五分钟。谢谢主席。有请杨局长。局长。委员好。谢谢局长。是这样子哈，当然这个两岸关系是未来新政府施政的一个重要的重点哈。那当然这个中国对台湾的主权的威胁一直都存在，所以新政府上台啊，他当然某种程度对两岸关系会形成这个质的变化，也会造成量的变化。在质的变化部分，在量的部分，我想都有相关的数据了哈。比方说他们对台政策可能会有所调整，他们因为对台政策有所调整，会影响到两岸交流的量，所以质量是互相影响的哈。那假设一种 scenario， 520我们发表的这个所谓就职演说并没有老共可能有些意见，老共万一要针对我们的新总统的蔡总统的就职演说，他如果要吹毛求疵，或者要有一些的这个借机事端，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在实际上的两岸政策的部分有所他们的作为来影响两岸关系，或者是破坏两岸关系？前提在哪里？前提我觉得520嘛哈，520能让我们一定新总统蔡总统一定会有一个就职演说嘛哈。如果这个就职演说，当然他们如果他们满意，他们就不会有任何新的动作哈。如果他们觉得不满意，他当然一定会有所反应嘛。好，当然就是两种结果，就是满意接受，或者不满意可以接受，或者不满意。这三种 scenario 你们有没有去做沙盘推演？有有有。好，最坏的状况我是担心如果他不满意，那他可能会在两岸政策上面，在经济作为，在交流作为，会不会对台湾有没有什么国家利益上的伤害？沟通管道第一个就没有了，第二个就是陆客的问题，他们一定会有所反应，对，一定会有啊。所以这三种 scenario， 就国安局的立场，最坏就是说他不满意的时候，是他的会有用政策作为来干扰两岸关系的这个实质的进展。
或者破坏过去的原有的架构，或者跟协商的管道？就是协商管道，第一个就撤销了嘛，就不执行了嘛。第二个就是陆客终止了嘛。第三个就是外交的变化，这三个是最三项最可能的作为，就是第一个协商管道关闭，第二个陆客是人数减少或者就关闭，是第三个就是从外交的手段。是，那我们有没有因应的作为？这个是这个，我是问你有没有因应作为？我不是问你说有没有因应的做法，是内容是什么？有没有因应的作为？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应对这样的状况。因为这三种情境是说你提出来的可能他们所采取的这些作为。我们怎么因应？请问他现在是两边哦，两边他说要断这个你判断会有这种情况出事，发现会这种情况发生，但是你没有相关的因应作为吗？我没有那个能力。那你没有这个能力，谁有这个能力？就是政府。你不是政府吗？谁当政就谁有这个能力。我只是提出建议，有这样的一个增厚。有这样的这个政府是延续的，但是怎么做？国安局也是延续的。我国安局是延续的，我的情资收整是延续的，但是我不是包山包海啊。他说断绝两岸关系，我能说？但是你不是也不能说什么动作或者什么因应的作为，政府或沙盘东西都没有。这是政府的应对，我们要所以国安局应该是统合相关的单位去做相关的因应沙盘推演。请问他要关闭这个协商？他要关闭这个机制，非超支债务啊，但是超支在老共嘛，对啊，但是我们只能说他们如果有这种作为，我们该如何去因应？你总是要有相关的因应作为跟思考。这一方面，我只能提出我们的这个警告，提出提醒，说报告总统。所以国安局变成一个警报单位，我确实是这样，我不能包山包海，所以变成一个警报单位，不是因应作为单位，我没有办法因应。这样的状况我是没办法因应的。那交给人民去因应吗？也不是交给人民去因应，交给谁因应？政府。那国安局不是政府吗？有相对的，有行政院啊。那你们明确告诉我，政府由谁来主政？现在没有这个状况嘛？那你刚刚说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吗？那不是520吗？对，520的时候，那个政府要去处理这样的问题啊。那520，如果你继续当政府里面的负责国安单位的首长呢？我就跟总统报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他要召集部会啊，这不是国安局可以掌控的，这样的应对是全国。所以你只是预警示警，我们国安局确实因应作为是要交给行政院。因应作为像这样的那你国安局，我的理解，你应该要提出相关的幕僚作业，提供给总统做决策嘛。万一这种情况 A 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有哪些剧本，有哪些的这个应应作为？我的能量没有这么大，所以你只能做一个预警警报的作为、啊、我是警报，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功能、啊、我没有这样大的能量，我也不能够。国安局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吗？还是在您任内、我任内都是这样。那你之前呢？ 跟长官报告预警，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他会赶快召集部会来开会，这是要集体智慧啊，不能够说让国安局来决定。我是有点诧异，有点恐惧，说既然国安局变成一个预警单位，对我们提出预警，你就是像这个气象局一样，提的这个状况、啊、就是国安气象的气象局嘛。我就是要做这个功能，我不能够去包山包海，我没那么大能量 ，OK， 我也没那么大智慧。我们时间到了，好吧？好，谢谢。报告委员会，本日委员口头质询，还有未及答复的部分或要求补充资料者，请相关单位以书面在2周内提供。本日会议到此散会。